小朋友来玩游戏咯，耶！哎，甜甜姐姐，我发现呢，今天的小朋友都好有爱心哦。对啊，他们的身上都贴满了爱心，对不对？江江，来，我们转圈，让大家看一看，慢慢的转一圈，慢慢的转一圈，哇，前面后面都是爱心哎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身上这么多爱心啊？这跟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有关呢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抢爱心游戏。抢爱心游戏，要怎么抢啊？就是啊，待会小朋友们，你们身上是不是都贴满了爱心？哦，那我们就要保护好自己的爱心，同时不要让别人抢走你的爱心，你要主动去抢人家的爱心哦。哦，所以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小朋友呢，要一边保护好自己的爱心，然后另外一边去抢别人的爱心。没错，有一点困难，对不对？保护、抢、保护、抢。哦，感觉好刺激，好好玩哦。对啊，哦，小朋友，那你们要记得哦，还是要安全第一，要在空旷的地方玩，对不对啊，甜甜姐姐？没有错，因为这个游戏会一直跑，一直跑哦。好，那我来问问看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准备好的话呢，那我看我们就让本丸跟豆豆先来挑战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哥哥一样呢，先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哦。待会呢，我们两位选手呢，不要超过地上这个绿色的圈圈。然后呢，哥哥会计时，然后呢，准备呢，哥哥说开始的时候会吹哨，这样清楚吗？清楚。好，那准备，两位选手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就抢爱心大作战，预备，开始。柠檬哥哥小心啊！好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豆豆加油，本丸加油，啊，我们已经抢了。好，抢到的爱心可以先放在地上，没有关系。好歹用丢的，我们一起帮他们加油。真的，小小心，不要到那个圈圈外面了哈，在圈圈里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状况有点激烈哦。好激烈，好激烈！加油，加油，豆豆加油，保护好你最后一个爱心哦。加油，豆豆加油！本丸现在剩下两颗，豆豆剩下一颗。本丸要小心背后哦。已经决定他就是要去抢爱心了。对，因为豆豆现在已经无路可退，他现在剩下一颗了，他不在乎形象了。小心，好，比赛结束。好，来，本丸跟豆豆来，我们集合，来算一算咯。好，我们请豆豆的豆豆慢慢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哇，都被抢光光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请本丸转一圈。哦，剩下一颗，所以这一回合就是本丸获胜。本丸，豆豆也很棒哦。刚刚呢是本丸跟豆豆的挑战，接下来换下两位小朋友。是的，现在呢两位选手也都准备好了，逸轩和佳。哥哥呢，再跟你们讲解一次游戏规则哦，就是呢，在时间之内看谁可以抢走对方身上的爱心越多个，他就是获胜者，而且呢，不可以超过这个绿色的圈圈。两位选手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好，既然清楚了，先面对面，先握个手，来握个手，握个手。不管谁输谁赢，都是好朋友。好，好，准备喽，哨音开始，比赛就开始，预备。好紧张哦！加油！我已经抢到一颗了，我们的爱心可以丢在地板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加油！何家现在的战术呢，就是先跑一跑，让他累了，对，再回头抢。让逸轩累了，再回头抢爱心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小朋友加油！那豆豆本丸，我们一起帮他们加油。好，不要超过绿色圈圈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逸轩加油！何家加油！试试看呢，保护自己身上的爱心，然后抢别人的爱心。加油，加油！哇，逸轩感觉要采取攻势了耶，蠢蠢欲动了。大家小心哦，看你们防守的方式，保护好自己的爱心。防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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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他的爱心。抢！啊！各抢到一颗，好，我们把爱心丢到地板，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何家加油，逸轩加油，何家加油，逸轩加油！好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剩下最后十秒钟的时间了，加油，剩最后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
结束。好厉害哦！好，两位小朋友放松，来哥哥这边。我们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先请呢何家慢慢的转一圈，给大家看，它剩下几个爱心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慢慢转一圈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都被抢光光了。对啊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请逸轩转一圈，我们来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哦，有两颗爱心，很棒哦，所以这个回合是逸轩获胜。恭喜两位都非常的棒哦。刚刚呢都是两个小朋友一组一起进行挑战赛，现在甜甜姐姐刺激的来啦。哦，怎么说呢，柠檬哥哥，你是要变成四个人一组了吗？没有错，四个人一组，小朋友要不要啊？要。好，那没有错，那一样呢，四个人一组呢，除了会更刺激之外呢，小朋友呢，我觉得他们待会呢会四个人一直到圈圈，一直到圈圈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待会一定要不知道我要怎么保护，还是怎么去抢，因为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都有人。哦，所以呢，待会的比赛呢，一定会非常的刺激，非常的好玩。现在先请小朋友呢，就我们圈圈的四个位置站好。好，来，来，逸轩，来站在这边。我们本王站在这边，然后豆豆站在这边。何家往后推一点点。哇。我们的本王已经在准备好站立。本王去哪？本王那边的。好，甜甜姐姐，我们先来这边。好。四位小朋友觉得自己会获胜的举手。都好有信心哦。好，很好，每个都会获胜哦。到底谁会获胜呢？就让比赛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！本王好帅，一把。加油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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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全地，安全地。怎么都没有要把本玩的，哎呀呀！哥哥不应该说的，一说就被拔了。加油，保护你的最后一个。加油加油！四个小朋友都加油。现在女生已经在夹攻男生了耶，小朋友小心安全哦。小心小心，不要超过绿色的圈圈，不要超过绿色的圈圈。加油！如果爱心被拔下来，小朋友来找哥哥。如果身上没有爱心，好，何家来找哥哥。逸轩也可以来找甜甜姐姐了。哦，你有，你还有。好，比赛结束。小朋友，你们会不会累啊？会累吗？啊，你们好好的呼吸一下，呼吸一下。他们还没办法回你话，太喘了。好好好好，来，何家，我们先把手上的爱心先放地上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放在地板。好，现在呢？谁身上还有爱心啊？请你们转一圈，让我们看一看。四个小朋友一起转一圈。哦，没错，答案非常的明显。今天呢，四个人挑战赛抢爱心王就是本王。很棒，本王，帮他拍手，很棒。四位小朋友呢表现得非常棒哦。今天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呢，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呢，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来玩，对不对？除了亲子同乐以外啊，也可以训练小朋友们的专注力，还有身体跟头脑的反应能力哦。但是最重要的是呢，安全第一，记得呢要在空旷的地方玩，对不对啊？当然没有错，安全最重要了。小朋友，今天这个游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我们再来玩一次好不好啊？这一次呢，柠檬哥哥跟甜甜姐姐加入。耶、yeah, ！那我们是负责抢爱心。没有错。好，小朋友来，先把你的爱心粘回自己身上。我帮你们粘，我帮你们粘。来，帮你们粘。有些是在后面粘不到。